学第一文化啊，智慧的普及的起点呀，也迎着这个脚步，开始了，啊，这个活动庆典刚刚结束，你看美好开始了，对吧？你拿到这些大礼之后，你的美好就开始了。那既然美好开始了，那我们节目的内容从今天开始也要进行一个新的开始。哦，是吗？嗯，什么开始呢？嗯，首先第一点，每天呢，节目的开播，老师呢都会给大家普及，这个叫开播福利。哦，叫开播福利啊。嗯，这个开播福利呢，有的是不花钱的。嗯，那例如我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大家不花钱。嗯，今天我们大家还有礼物呢。今天给大家的礼物呢是一双袜子。袜子没有小的时候你拿过年的时候是说你要的好，我就希望你把这个礼物献给我们这一家的运气，有新的人啊，把一些有新的人啊，嗯，你能一起来一起放在上面来放的啊，那些的妈妈呢啊，能花时间抓起来。